42岁张柏芝晒游泳视频，皮肤白皙四肢纤长，拍摄者意外出镜引关注。张柏芝晒出一则游泳日常，画面中的她穿着泳衣在泳池中自在地游来游去。除了游泳的动作非常灵活以外，她的身材也保养得很好，四肢十分纤长，皮肤非常白皙。张柏芝还透露，因为儿子平时会学习做各种运动，所以她也很喜欢运动。看来她时刻都有在挂心儿子，为了给孩子做好表率。有人发现了视频的拍摄者意外出镜，举着手机进行拍摄。网友对拍摄者表示好奇，猜测他到底是谁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不用大惊小怪，毕竟每个明星都有助理。张柏芝一直拥有着超高的人气，有作品傍身，又有着惊为天人的颜值，自然从不缺乏关注。近些年他也逐渐去上一些综艺，前段时间还做起了直播带货，依然有不少人愿意为女神买单。